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05集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工作室系列，编号第85号，大黄蜂电影里头的 RC。那么这个玩具比较贵啊，几乎在网拍上呢都是台币是899，也都是原价啊才能够买得到。那最近可能价格会开始有点下来啊，因为一些实体店呢开始都铺货了。那么这款玩具大家期待度比较高啊，第一它是一个女性机器人，第二呢以玩具的卖相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它非常的可以啊。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合会吧，这个合会呢这样子看的话呢可能还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你如果从这个地方看啊，这个脸它真的是有点小小的像猴子啊，反正我是觉得一般人来看可能不会觉得它漂亮啊，但是呢，哎，我也觉得不能说这个很好看了啊。我们没有那么可怜啊，这单身太久的，连看这个机器人都觉得性感，那就糟糕了啊。那么它的一个载具的话呢，非常有意思啊，是一个又像摩托车，但是也像是车辆的一个形态，轮胎放在后面啊，这个都我觉得吧，这款玩具的话呢，所以说是非常综合了我所知道的 RC 的许多的形象啊。首先第一个，它是一个粉红还有白色的配色，那头部的话呢，两侧的这个圆弧的造型呢，哎，也有点这个星际大战里头莉亚公主的那个造型啊，这个也是经过证实的，RC 的这个头部的造型呢，确实有借鉴到Star Wars 里头的那个公主。再来的话呢，她的身上啊，这个粉红色、白色的分布啊，也是跟 G1 里头的基本的配色很接近的。那么再来呢，我个人的话呢，最喜欢的动画片《领袖之证》里头，RC 的话呢，在背后呢是有这个轮子在后方的，包括腿部的这个部分，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是有接近到一些《领袖之证》的造型了。那也是一个双枪的造型，背后的背包，这个也让我跟 IDW 里头的那个 RC 的一个形象有高度的重复，包括它的这个有一点丰腴的这个臀部的这个造型啊，都跟 IDW 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微微性感的小腹的那个 RC 是很接近的，所以它可以说是综合了最近这几年以来我所知道的许多这个 RC 的形象的结合。那很多人抱怨头雕不好看，这个我不能承认它好看，但是也不至于说到丑了啊。应该说它的还是有它的一个风格，它全身上下，毕竟它这些细节的部分啊，包括腹部这里面的细节，还有翻到内部啊，以及这些小小的这些部分，包括翻开里头啊，直接可以看得到，这个是电影系玩具的风格啊。那么所以这个脸做成这样，我只能说风格还是有搭，画风是对得上的。再来是它有一对，就是号称很巨大的胸部，其实胸部应该是走到这里了啊，这个地方是多出来的一个配件啊，你只能看到这里啊，人家是只有可能只有这个 F 吧，你不要说人家是 J 还是 K 啊。那么它的一个臀部啊，我觉得臀部其实好看，腿也比较粗，但是作为一个战斗型的女机器人的话，我完全觉得这个造型非常可以啊。然后背包可能是它小小的一个缺点，倒不是说它太厚啊，是这个部分它没有得卡扣啊。比较可惜，这个地方啊，我研究了一下，似乎没有地方能够扣起来啊。幸好这个地方的关节呢，不是说非常的松，而且这个地方你就把它加厚一点也无所谓，因为它平常的话呢，并不需要去动到它。那么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部的可动是一个球冠，然后内部有很多细节的刻画，头的话呢可以往上抬高稍微一点点角度，手臂这里是一个球冠，然后360度的转动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变形的时候呢是需要用得到的。那手腕呢只能往内转啊，然后有一对的这个双枪啊，双枪的话，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，可以扣在这个地方，它是唯一可以收纳枪的一个位置啊，其他地方，似乎都没有地方可以好扣得上啊，就摆成这个样子。腰身可以转动，挺好的，脚前后左右踢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也是一个球形关节，这样一下乍看一下以为不是，其实还是一样的，外摆内收啊也是可以动的，而且它这个外摆内收很重要啊。这个 RC 的站立性，我觉得其实并没有说很好啊，这一代。其他这个轮胎的话呢，并没有说彻底的去碰到地面，所以它的一个脚底板其实也就这么多而已。那所以在站立的时候，有时候必须就把这个腿给摆开啊，增加一点脚，这个后轮碰到地面的一个面积啊，才能够让它站得更稳一点。而且它的膝盖啊，它的膝盖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地方这个造型啊，它没有办法呢偷偷的把这个脚呢再往前折一个角度啊，所以变成说它的这个人物的站立就更差了。那膝盖的一个幅度的话呢是这么多，以及这一块部件啊，说明书是说呢，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，我是有在看说明书的。这个的话呢是可以往外推，但是呢也没有卡扣啊，
那进来的话呢，看起来好像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，但是其实也扣不上啊，所以你就当做它可以动就可以了，就反正没有一个固定的造型，而且就外观来看，我真的不知道它有多少的一个加减分了啊。那脚踝的接地性呢是非常好的，但是一样啊，这个脚底板实在是太小了啊，能够提供的一个站立性其实并不高。那我们的话呢，就来示范它的变形过程。它的变形呢，我是有喜欢的。啊，顺便提一下，它的倒脚处理还可以，然后全身的一个松紧度，我觉得很好，算是紧的哦。这一款，啊，我个人给它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了啊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翻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脚掌啊，把它往下拉下来，它是有一个这个地方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个连接的一个部分拉出来，然后翻转过来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啊，这里有一个凸，就是黑人跟白人的一个结合，到这个地方扣上去，这里也是一样的啊，这里把它往下扯出来之后，然后翻折转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，脚再翻出来。那么两腿的话呢，你可以先做一个合并，你也可以最后再合并，无所谓啊。这个地方合上去，那我的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合到很紧了啊，我的感觉是做不到的，但是差不多这样就行了。那么身体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从前后把它给分开来，从这个地方给分开，分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部件，你看得到的部分呢，都把它给拉出来，包括这个部分，这里还可以再拉出来啊，这里把它给拆开来，这个地方，哎，对，这里拆开来，拆开来之后啊，这一边部件是把它往下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在这里，这里卡住了是吧？啊，头要先往上，对不起，sorry 啦，这里头往上往下，然后本来这样子，整个推过来之后到这边，然后呢这里。把它给塞到这边，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造型。再把头的话呢，它这里有多重关节，先把这个关节往内推，上面这个部分呢才能够顺利的放下来。这里再盖上，到这边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完成了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往前面滑下来。你可以看到，啊，这里腰反转180度，到这边，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把它给扣上去。这个地方可以先压上去啊，这个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变形过程，这里先扣上，那这个脚的话呢，就这个时候再扣上也行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呢？把这块部件翻上来，这里有一个两个红色的凸，啊，对，粉红色的一个洞，把它给扣上去，这个地方，把它给扣上，好，扣上。再来的话呢，这个部件把它翻转过来。我们接下来的话呢，要跟手臂做一个结合了。手臂的结合的话呢，是把这个手的双动关节呢折上面这个地方，折上面的完全把它给打正，完全把它给打正，然后这个部件就盖下来，这个凸扣这个洞，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红色的凸对这个洞啊，就这样子过来，把它给扣上去。那我建议把扣的话呢是先扣这里，再去扣腿这边啊，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。好，这一边就扣上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手臂呢给折进来，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。首先，把这个手的话完全翻过去到这里，然后让它翻下来，这里先把上半手扣上去，再去扣腿这个位置，可能比较简单一些，捏住啊，然后把这个地方往下推，然后呢整个严丝合缝的呢再把它密合一下，前面呢再把它捏紧一点点。好，到这里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它还有一对的武器。武器的话呢，很直觉的呢，你可能会把它，放在手的位置，也不是不行，我给各位示范一下。手，摆在手这里呢，也是挺好看的。它就是整个车身的话呢，会加的更长一点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把它扣在这个地方。啊，我先讲一下，扣在后面它的缺点是什么？你碰到它，它就会歪掉，啊，比较可惜。那你也可以把它扣在这个地方。这里有个，这个也是平常我们在人形状态下你去收纳的一个，不拿在手上的时候去放的一个位置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好，到这边，扣这里的好处呢是它是整个是稳的，它是一个方块形，把它卡住啊，就不会去晃了。那么哪一个好看就看你个人的偏好，这样子看呢，就是感觉后方的体积有变得更大一些。啊，会比较威武一点呢、那我想我就以这个形象来做一个展示好了。那我们可以呢，就是看它变形完成之后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滚动性还是很不赖的哦。前方
啊，虽然说呢，我这个轮胎的话有一边好像没碰到，但是已经无所谓，它能够正常滚动了。另外的两个轮胎在这里啊，这个就有这个 RDW 那个 Deluxe Class RC 的那种感觉。那我整个造型我很喜欢，非常的满意。这个流线型，还有前方充满科幻、充满科幻感的这个两个轮子，而且好像是，你要说它好像可以浮空吧，好像也说得过去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又像这个摩托车或是说这个机车的这个驾驶的一个，好像人可以跨上去的感觉。但是你要说它是可以把人呢，就是坐在里头，就变成一个大型的一个车辆的感觉，好像也说得过去吧啊。所以这一款 RC 的造型来讲的话呢，我个人觉得是充满设计感，非常的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暴露在外面的手掌而已。那当然人形状态下可能就是那个脸，你可能大家会觉得它不是很好看。那综合来说，变形也很不错，做工也很好，就是松紧度啊什么都蛮 OK 的。那我这个地方我是怎么扣都扣不起来啊，不是扣的不是很好，容易爆开，而是什么地方没变好，各位再给我一个指导吧。总而言之呢，个人比较推荐这个玩具，难怪它的价格呢是比较高的。那女性角色嘛，然后配色啦，还有各种造型，有对 RC 历届的 RC 呢做各种各样的致敬啊，所以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一款啊。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呢，啊，建议各位把它带回家咯。那今天就跟各位进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